乐学堂。杨一敦，多多多，满配你的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今天波噜噜还有他的好朋友紫色企鹅要去住大别墅啦，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。哎，紫色企鹅去哪里了？怎么还不来呢？嘿嘿嘿，波噜噜，你终于来啦！你看这里有好多，我觉得那个黄色的房子是。对，我看到了上面还有你的名字。没错，这就是波噜噜的大别墅，我们快进去吧。打开门，哇，这个别墅好大呀，这里还有个大沙发，我要坐上去看一会儿电视。玩乐学堂，走了一路好累呀，我要先来泡个澡。紫色企鹅，我好饿，你要不要吃饭？当然可以啦，我也饿啦，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吧。没问题。做一个红烧肉披萨饼，做好了。哇，门口还有一大片草坪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玩耍。嘿嘿，这里有一个大的太阳伞，把它支在草坪上。哦，很稳固，我去搬一些桌子和板凳。这里刚好有两张，把它放在这里。这还有张大桌子放在中间。好好吃，你尝尝。哇，好棒啊。哇哇，没问题，我去看看有没有狗粮哦。我去楼上看看。喂，请问是 Bobby 吗？我们想买一些吃的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您家在哪里？我家是一个黄色的大房子，门口有波噜噜的名字，你等一下哦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大熊 Bobby 去二楼给他们拿了一些饮料，还拿了一些刚烤好的面包。哦，还热着呢，再拿一些水果，送货去喽。紫色企鹅，我是大熊 Bobby， 开门哦。来啦来啦，快进来吧 Bobby。 太谢谢你了，我去叫波噜噜。波噜噜， Bobby 来了。大懒虫快起床。嗯， Bobby 欢迎你哦。我们送你回去吧 Bobby。 我也要去哦。叮咚，合起来啦！小朋友们，这个别墅是不是非常的棒呢？我好喜欢呐！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